好，现在请你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吐气，放松身体，缓缓地用嘴巴吐气，觉察到身体紧绷之处并放松。感觉到放松头、肩膀、身体、腹部，放松臀部、大腿、小腿，感觉全身都很舒畅、轻松。接下来我们要做发声的练习，打开你的喉轮，并展现你的内在的意愿。在此之前，现在请你将能量聚焦在你的心轮当中，观想你的心轮是一个粉红色的光球，开始顺时针方向旋转。当它顺时针方向旋转的时候，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可以感觉到炙热的光开始从你的心轮的粉红色光球开始发出。温暖炙热的能量从你的心轮开始迸发，发亮，持续的顺时针方向旋转，速度越来越快。将你的怀疑、恐惧完全完全的给吞没了，让他们都消融在爱之中。现在观想一道粉红色炙热的光，加入白色的纯洁之光，进入到你的喉咙。感觉这道光在你的喉咙当中不断地在震动着、旋转着、上下移动着。此刻你必须表明你的意愿，你是否愿意接受扬声？如果是的话，请你在你的心中或者是打开嘴巴说是的。接下来请回答，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走在扬声的道途上，并帮助需要协助的人进入到他们的道途之中。请回答。现在请你说，我敞开我的心，愿意接受大天使的斗篷。现在再次的回到你的呼吸之中，在心里面诚心诚意的祈请光辉的大天使
亲爱的麦达场大天使，我恭敬地请求，祈求赐予我你金橘色的扬声斗篷。此刻，你可能会感受到大天使麦达场将这个斗篷放在你的能量磁场之中。接受它，你的气场充满着金橘色的光，看到自己发出炙热的光芒，就像金橘色的太阳一样。当你穿着麦达场大天使的光之斗篷，我们将进入到地心空间的旅程。放轻松，突然间你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向下滑落，越来越深，经过层层的地壳，进入到地心。当你进入到地心时，你进入了第七次元的频率，能够看见地球特别的光发出。这道光带给你宁静和喜悦。你可能看见不同的文化的代表，或者已在地表消失的动物，甚至是盖亚女神的天使们。感觉到你自己受到了许多爱的祝福，许多的爱涌上你的心并包围你，许多的存在都在这里欢迎着你，荣耀你，甚至向你致谢，感谢你为所有地球人所带来的服务与贡献。此刻在你的前方，你能够看见它是一个巨大的以太水晶金字塔。你向它走去，看见它发出的颜色远超乎你能够想象的美丽，非常非常的光亮耀眼。当你走进去之后，在前方有一个王座，请你坐上去，坐在属于你的王座之上，感觉宁静、安全、启发与爱。你身上所披的麦达场的斗篷，使你能够在能量场里保持着接下来我们所要接受的行星下载的光芒，也就是四个扬声恒星、卯宿星球、猎户座、天狼星和海王星。现在请做几个深呼吸，放松，准备接受这个非常美妙的灵性礼物。此刻从卯宿星的能量门户，本源将疗愈的能量直接送到卯宿星，然后卯宿星的大天使跟天使将它送往地球。观想这道光是非常柔和的蓝色疗愈之光，经由这个门户倾注下来，开始笼罩着你，充满你的心。
你现在所下载的是健康和生命力的光芒，进入到你的内在，进入到你的以太体。接着是猎户星，我们将从猎户星更高的智慧星群的门户开始下载猎户星的智慧之光，感觉到纯净的白光开始从猎户星座的门户请注到你的灵魂之星的脉轮里。白色的光持续地进入到你的灵魂之心，加强你与更高智慧的连接，让这个光流进你的气场，用本源的智慧碰触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钥匙和编码。在未来，你知道，当你做决定的时候，真正的智慧会给予你指引。持续的接受能量的下载，现在我们将专注力放在通往天狼星的门户，宇宙有许多的高知识都能够在天狼星找到，而你未来所需要的灵性科技也都被保存在这里等待下载。现在请你敞开自己，在心中接受更高的知识和灵性科技的符号和光码的输入。接下来我们调频通往海王星的门户，这是一个保有亚特兰提斯和列莫利亚更高智慧真相的光的行星，它能够打开当时所使用的知识、智慧、天赋、力量所需要的一切钥匙和编码，现在都等着要用光语归还到我们的能量磁场当中。而当你准备好时，海王星的大师们将会启动他们。请你接收海王星所保存的智慧。
持续的感觉自己在下载接受这股非常强大的光和力量，放松，让它持续的倾洒在你的身上。同时间，我们也接受大天使麦达场和四恒星银河系里的大师的祝福，让你自己置身于真正大师能力的荣耀中。此刻，我们将离开地心空间的大金字塔，请你确认，当我们在通过七次元的层面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确认，你会帮助他人增强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能够走上扬升之道。在心中感谢大天使麦达场，接着我们将接受金银色的斗篷。现在请你在心中表明你愿意披上这个斗篷，在心中说着：亲爱的大天使麦达场和圣德芬，我恭敬地请求，祈求你赐予我代表完美的平衡和有磁铁般的吸力的金银色斗篷。我保证我会用它的力量来做对所有人最有益的事情。此刻的感受到、看到或者是想象大天使麦达场就站在你的右手边，大天使圣德芬在你的左手边，而在你的上方，他们拿着一大片的金色与银色之光的丝绸，轻轻地将这个斗篷挂在你的身上，并轻轻地拍着它，让它进入你的气场之中。感觉到这个斗篷开始与你的能量场整合在一起，融合。当融合在一起时，你的心开始打开，并发出柔和的粉红光。做几个深呼吸，让新的能量不断的散发。此刻你的能量是完全平和的状态，你的意识、你的光向上延伸到第七次元，而往下进入到地心的空间。如果你想要在此刻，你可以在心里面去想
此刻的你想吸引什么对你有益的东西、事物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呢？或许你能够看见或意识到你自己吸引了那些对你有最高利益的人事物。我们花一点时间享受这个过程。再次的，我们感谢大天使麦达场和圣德芬给予你这金银色的斗篷。穿着斗篷，我们穿越七个次元，接着将我们的能量调降下来，直到我们回到自己所在的空间。现在你的能量磁场当中有着麦达场的斗篷和金银色斗篷，请你怀着爱与感激使用它，因为你是真的有福分，你是光的使者。在任何时候，如果你想加强斗篷的能量，都可以做这个冥想。此刻斗篷已经在你的身上，保护你的更高的光。